在中国的孙宁和赵海清。海清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犯这种低级错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再是怎么样，卷铺盖走人啊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行。在海外的孙宁和赵海清，这份文件你严重看吗？别看，英文的你也看不懂。你说你这文化水平，你能当什么领导啊？你还是看看吧。上海清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啊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哦。证明你高兴的有点早，去走吧。不，走吧，就咱俩呗。去走吧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